耶诞旅行第一站塔斯马尼亚的摇篮山。看到那，那里，那里。有像摇篮吗？我觉得像微笑，一个 smile 这样子。这里好像是新盖的呢，以前好像不记得有这种步道，但走起来很舒服。嗯，蛮好的。天气现在很凉哦，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旅伴在前面。嗯，所以这一次没什么人呢。对啊。我们现在第一站来的是摇篮山的鸽子湖。本来想说要飞空拍机，结果外面就写说禁止空拍机。嗯，好啦，这里是鸽子湖，然后今天的风蛮凉的，湖很漂亮哦。你看，这就摇篮山那里。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次搭飞机耶。啊，对啊，我今天早上搭飞机还忘记要那个行李要贴条码嘞，我就直接放上去了，他就哔哔。你有介绍为什么叫鸽子湖？因为它的形状像鸽子吧？你从上空中看下去，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，哦。那 dove 跟 pigeon 有什么 pigeon 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不知道，还有一个是和平鸽啊。dove 是白色的，是那种和平鸽会放的吗 ？pigeon 是那个灰色、灰黑、灰黑的。这样拍很美。拍这样那个水光彩彩，你拍这样拍面，然后太阳会这样子照那个。嗯，但我还是看不出鸽子。鸽子，这样子，咻，鸽子，嗯，是凤凰。风很凉哎，今天，而且湖很蓝，那个太阳吧，我觉得就这样子亮亮，有吗？应该看得出来亮亮的这样子吧？你看，哦，有啦有啦，一点点亮亮。啊，很凉哎，这个地方。因为我刚才有看到方的扁扁，有方的扁扁，所以这里应该是有翁贝出没，大家可以找看看。那我们之前是站在这个石头上，也太危险了吧？对啊。哦，我天哪！好像大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是因为头发吗？还是因为我外套？我今天外套是鲜艳红色风。这是翁贝方的扁扁，你看，哎，欸，真的很方哎，欸，它是吐司。吐司是巧克力块，你吃看看，恶心，很方哎。代表这边一定有翁贝出没。这感觉就是他们挖，就是走的痕迹，有没有？嗯。今天第一天的运动量，4.43 km 了嘞！我的天哪，晚上可以大吃一顿了。跳起来！你到了翁贝坡，这里真的超远的。我脚踢这有一段坡，真的是超陡的，我都要这样子这样走了。这是翁贝的戏水池，那我们看这附近有没有翁贝吧。对啊，翁贝会游泳吗？会吧。哪里？翁贝。哎呦，那个口罩。哎呀，他被口罩遮住了。为什么？也摸不到的。啊，这口罩好可爱啊！对啊，口罩谁办？翁贝。看到了，有看到了。很 lucky 耶。翁贝。翁贝。继续寻找翁贝，你要走到一个木屋那边。哦，好美哦！刚拍很漂亮哎。我们现在要离开鸽子湖了。我们刚走一个翁贝坡，超远的，大概40分钟吧。然后我们要赶着坐巴士啦。那这里是很漂亮哦，今天天气很好，那就下个景点见，拜。